喂，大家好，欢迎你到 Funhouse， 我系 Vivio 啊。今日咧就嚟继续讲一讲啊 Monster Hunter World 嘅武器啦。希望大家中意呢个系列，中意的话记得留翻个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睇睇。究竟啊大剑点样可以快速上手呢？关于大剑嘅话咧，其实 Vivio 系了如指掌嘅。点解咁讲呢？因为我玩呢个 Mon Hunt 系列咧，用得最多嘅武器咧，一定系大剑。用乜嘢打都用大剑，你冇听错，系啦。就算敌人比较灵活少少，我都系用大剑嚟劈死佢嘅。咁所以咧，佢个优点同埋缺点亦都非常之清楚，一齐睇睇先。咁首先咧，关于优点方面可以讲佢嘅伤害咧系非常之高嘅，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讲紧咧佢个灵活性咧亦都非常之高的，因为咧我哋通常咧就系打完就即刻走噶啦，咁所以咧亦都唔会逗留太多时间，受到太多嘅伤害。另外缺点方面咧，应该就系讲紧啊，虽然啱讲话我哋系可以 hit 一嘢就即刻走，不过而家呢个 Monster World 嘅最高 combo 伤害咧就唔系 hit 一嘢就得噶啦，咁所以咧我哋睇个 timing 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如果系要大量输出的话。系啦，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讲紧，因为大剑嘅挥击嘅速度咧非常之慢咧，你嘅走位啊，同埋你翻滚嗰个技术咧，亦都系非常之高先得嘅。有啲时候就系闩咗少少，你就会中攻击；而都系争咗少少，你都可以躲避到攻击。呢一方面咧，大家亦都系要靠你自己嘅经验啊堆积而成嘅一个成果嚟嘅。咁不过今日咧，亦都会讲晒大家应该要了解啲乜嘢。到时候只 game 到手啊，你就知道应该点样一步一步咁样累积自己的经验啦。咁关于大剑嘅武器技能咧，其实非常之少嘅。咁不过咧，少而精唔精通咧，都系大剑嘅重点啊。咁俾我简单咁样介绍一下关于技能，之后咧我哋再深入研究一下。系啦，咁三角形咧就系一个叫做从上而下劈落嘅攻击。佢呢个攻击咧其实可以储气嘅，我哋可以储三段攻击。如果我哋可以储第三段嘅时候咧，亦都系代表啊，依下三角形做出嘅伤害咧就系最大嘅。咁不过大家咧就唔好成日谂住话储到第三段先系一个好事，你最终嘅目的咧就系打中敌人啊嘛。咁所以大家睇翻情况啦，如果你见到魔物可能就嚟会走开嘅话咧，你就快啲劈落去，就唔好储爆佢啦。另外圆形嘅话咧就是、一个环数嘅攻击，系啦，亦都系做一个范围比较广嘅攻击啦。咁你可能觉得直劈唔一定会打中敌人嘅，咁你环数下咧亦都可以做出伤害嘅。咁关于第三招咧就系讲紧呢个三角形加圆形啦。三角形圆形咧系从下而上挥击上去嘅，咁呢招咧其实就除咗你系想原地唔喐嘅话咧，先至会用嘅，因为咧三角形加圆形再加呢个三角形系咁 loop 咧，系一个无限嘅 combo 嚟嘅，系啦。咁不过呢个 combo 咧系一啲都唔痛之余咧，亦都系讲紧好容易击飞队友嘅。当你在下而上挑把剑上去的时候，如果敌人中了是有效果非常之好，因为可以令到敌人是可以整个激起的，是啦，整个飞起了的。不过问题是如果你击中队友的话就非常之实际了，是啦，所以大家就要了解回你是没有必要用就不要怎样用了，因为个实际作用是非常之少的。另外你储气三角形的时候打完第一下再按多下三角形有个拍击的动作的。这下伤害虽然不是很高，不过你命中敌人的头部亦都有几率整到人哋晕低嘅，咁基本上嘅 combo 就系咁多啦。咁喺三角形同圆形之间咧，亦都可以做出唔同嘅变动啦。即系你可以储你一击，再加圆形环数一击咁样去配搭嘅。咁好啦，咁基本介绍咧嚟到呢度啦，接住嚟咧就介绍下空中攻击同埋储力攻击。空中攻击咧就可以有两招嘅，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喺高地跳落嚟咧就可以向下咁斩落嘅，系啦。另外一招咧就系射呢个嘅斜佬嘅时候可以储气，储完气之后咧可以成个人弹起再笔直咁插落去嘅，伤害都会比起正常咁样笔直斩落去高嘅，始终你系储咗气啊嘛。咁用法咧只需要一边行斜佬同埋揿实储气掣咧就 OK 噶啦。咁而三角形嘅储气技有咩要同大家须知一下咧？其实应该大家要知道啊，三角形咧其实有分三段嘅储气，亦都有三下嘅连技嘅，系啦。有啲玩家可能想加快你嘅连技速度，快啲可以连到最后一下，因为咧伤害系最高噶嘛，第三下系啦。咁不过点样做咧？其实咧今次呢个嘅 Monster World 咧，大家揿三角形储气嘅时候咧，可以揿一揿圆形。
這個呢就是 tackle， 亦都是叫撞擊啦。咁呢個撞擊呢其實可以有兩種用途嘅。第一個呢就是可以移動你本身嘅位置。而第二個呢亦都係講緊你可以唔斬落去，直接跳到去第二個步驟度。不過我個人建議呢就唔需要用呢個 tackle 嘅，即係唔需要撳呢個圓形嘅。因為呢其實大家斬落去直接唔好儲氣斬落去，第二下都直接斬埋落去，第三下先儲力呢，我覺得係比較划算少少。冇乜特別情況呢，呢個 tackle 嘅傷害非常之低之餘呢，冇人可以保證到呢你第三下係打中魔物嘅，係咪咁講先。就算你加快幾多速度都好啦，有可能你第三下斬落去呢佢已經走開咗。頭嗰兩下傷害呢我個人覺得絕對要打出嚟嘅。而最後亦都要講一講關於防禦啦，防禦非常之容易嘅啫。其實如果我哋就咁跑動撳一撳 R2 呢就直接可以擋格㗎啦。系啦，无论我系斩到边个时候都好，亦都可以揿 R2 度挡格。咁当然啦，你斩击嘅途中系唔得啦。最后一样想同大家讲嘅就系、是，如果我哋同一只魔物单挑嘅时候咧，最好就唔好同佢同一直线。我哋喺佢左边同右边咧，系最容易击中佢嘅地方嚟嘅。要同大家讲咧，就系关于三角形嘅草起攻击咧，其实可以微调你嘅方向嘅。呢一点咧，大家一定要知道。尤其咧，只魔物可能移动咗少少位置咧，你亦都可以补救翻，唔使斩空气啊嘛。咁好啦，今日呢条片应该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睇得开心啦。咁啊，如果大家有啲咩心得啊，咩想分享俾我，或者有啲咩武器想我讲，有啲咩技术想知道嘅话咧，可以下面留问题俾我。系啦，咁我亦都可能会做个 Q&A 咁样嘅。咁啊，多谢大家收睇啦。如果你觉得系有用嘅话，记得分享俾朋友睇一睇，究竟大剑应该点样玩呢？下次再见，拜拜。試下不過哇死了真的
おい。OK。